好，大家好，接下来带来这一首是谢震廷的《你的行李》。哦，我是105级机电系的林品贤，然后他是105级机电系的费原子。哦，干嘛？好了，那我们开始啊。写成一封信，想念时候能温习你气息，把你的贴心整理成日记，挫折时候能重建我信心。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，因为我并没有开口挽留你，但你不知道我转身后的表情，分离好不容易。我的心里已经打包好我们的爱情，没想到爱你却只能用你开代替，原谅我为你付出的勇气。谢谢。